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讲下数码转型啦，同埋我之前讲过一个叫商道，道家思想，就是道法术气势，点样去将呢两样嘢结合埋佢啊。咁首先就讲咗嗰个势先啦，势就其实就系讲嗰个趋势啦。未来嘅几十年呢，其实大部分嘅趋势呢都系讲緊互联网思维啦，同埋將佢數碼化，咁呢個係不可逆轉嘅。如果你係諗住用翻傳統嘅舊經濟，即係除非你個舊經濟係個市場係唔會萎縮嘅，或者係個市場萎縮，你個市場佔有率係唔會掂，反而係會擴張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唔需要做數碼轉型啦。如果你係要做數碼轉型嘅時候咧，就要去諗翻嗰個大趨勢。系行嗰个方向嘅时候咧，你就要跟翻个方向行。咁啊，讲咗嗰个势之后咧，就讲最低层次，讲个气啦。气就讲紧系器材啦，即系话你数码化，你需唔需要用一部比较行得快啲嘅电脑啦，或者系用一个高速啲嘅 modem 啦，或者系用一个比较可靠嘅云端去储存你嘅资料啦，或者系用佢嘅软件，呢个系非常之重要。但系你亦都要跟翻你自己本身應有嘅 budget 咧，你嘅成本或者你嘅預算咧，究竟你要擺幾多子彈喺呢一啲器材裏面咯？俾得太多，你需求唔到嘅，其實就係浪費。我諗係比你要嘅需求多少少，因為俾少少空間自己增長啊。呢個就係嗰個器材啦。講完個器材之後咧，就講嗰個術啦。術就係你嗰個究竟係點樣去做？你而家嘅數碼化究竟係靠曬全部內部嘅人去做轉型啊，定係外判俾出面嘅人做啊？咁關乎你有冇咁嘅人才啦，你要去請翻嚟啊？外判俾啲咩公司？嗰外判啲公司會唔會定時取代曬你啲生意咧？呢個要你自己諗你嗰個術啦。咁法咧就係講緊嗰個制度啊，即係如果嗰、那個企業嗰個架構係唔明確嘅，咁、那個轉型咧，只不過係曇花一現嘅啫，唔會持久嘅。咁點樣一個企業係會轉型係會恆常化咧？就係、是、你一定有嗰個人才嗰個選用咧，係有個制度啦。跟住咧就幫佢做 training 啦，有工作嗰個培養啦。咁企業裡面咧就有曬嗰啲規矩，同埋有嗰個績效評估。你要做齊呢啲咁多嘢嘅時候咧，先至會令到個企業先至有嗰、那個法啦。咁啊，除個人才方面咧，就你除咗有普通一啲商業嘅思維之外咧，仲有幾個係互聯網需要有嘅思維，一個就係批判性嘅思維啦，一個咧就係複雜溝通嘅能力啦、創造力啦、適應力咧同埋生產力，呢個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如果嗰啲人係冇呢啲能力嘅時候咧，就好難喺個互聯網嗰度嘅世界嗰度生存，因為互聯網係好需要創造力，同埋好需要大家去合作嘅，係好難去單打獨鬥。咁仲有咧就其實我講好多次，因為嚟緊home office 嘅流行啦，大家可以掟曬啲嘢上去雲端嘅時候咧，僱主僱員嗰個制度咧有機會係將佢扭曲咗，或者係變咗係一個夥伴嘅制度，或者係一個叫做 freelancer 嘅制度。大家有工作嘅時候咧，大家先至夾埋一齊去做。咁呢一個制度嗰、那個執行係點樣去佈置咧？或者係嗰個酬勞啊、責任啊，點樣去釐定咧？點樣去將佢叫做blockchain 化咗佢，即係幫個區塊鏈化，明確到邊個人係貢獻咗幾多工作量，跟住佢應該跟翻呢個工作量，根據個定嘅價錢，俾翻個適當嘅回報佢咧。呢、這個都係嗰、那個制度咯。咁最頂層嘅咧就係嗰個 mindset 啦，就係嗰個道啦。咁就係話係嗰個叫企業嗰個基因嘅轉型。企業基因嘅轉型就係話要令到所有員工咧都知道數碼化啦，同埋創新咧係一個企業嘅 DNA 嚟嘅。咁俾大家咧可以大膽咁去想像將來會係點樣。咁就因為互聯網咧係用嗰個顧客度
導向做嗰個思維嘅。咁就如果唔適應到呢啲思維咧，就係會形成災難嘅。舉一個例，因為而家有好多產品咧，係講緊係先有一個意念啦，或者係諗咗一個叫做 prototype 一個準備做嘅嘢咧，跟住就走去眾籌，然之後去生產。咁所以嗰個顧客嗰個溝通啦，同埋嗰個 presentation 係非常之緊要。呢、這個就係嗰個思維。如果你個思維仲係停留緊係啊，我要生產咗啲嘢，我有存貨，跟住就再去賣。呢、這個就係講緊係30年前嗰、那個嗰30-40年前嘅思維咯。咁啊，大家要即係諗清楚，如果你要去將佢數碼轉型嘅時候，你道法術氣勢就跟翻你自己個行業去諗清楚，你可以去點樣去轉咯。今日想分享嘅咧就咁多啦，拜拜。